顺治十八年，即公元1661年正月初七，清顺治帝福临去世，皇三子玄烨继位为帝，是为清圣祖，次年改年号为康熙。满清一代自此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盛世，政治相对清明，国力强盛，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最后的黄金时代。爱新觉罗·玄烨生于公元1654年，即位时年仅八岁。按顺治的遗诏，由四位功高望重的满族大臣辅政。康熙十四岁亲政后，不久就用计清除了专擅朝政的鳌拜集团，废除辅政大臣，亲自执掌了最高统治权。康熙清除鳌拜势力后，十分重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。康熙十二年，平西王吴三桂等三藩发动叛乱，妄图分裂国家。年仅20岁的康熙面临此事，毫不惊慌，派兵遣将，从容应付。经八年苦战，最终获得胜利。平三藩是康熙巩固和加强中国统一的重大业绩。三藩平定后，康熙着手解决台湾问题。1683年8月，康熙命施琅带兵进军台湾。澎湖一战歼灭盘踞台湾多年的政军主力，清军顺利开进台湾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此后，康熙又着手解决东北的沙俄入侵问题。面对沙俄的侵略，康熙帝坚决予以反击。清军在雅克萨击败侵略者，并同沙俄签订了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，这是中俄间的一个平等条约，它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全部土地都是中国领土。这一胜利是清政府坚决抵抗政策的胜利，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胜利。在沙俄入侵期间，蒙古族的准噶尔贵族噶尔丹勾结沙俄发动叛乱。1690年、1696年、1697年，康熙三次带兵亲征，平定了叛乱。后来，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又和藏族少数上层分子勾结在一起，发动叛乱。康熙派兵进藏，平定了叛乱，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。康熙亲政后，把和睦与漕运列为与三藩同等重要的大事，恢复生产、安抚人心的关键所在就是治理黄河。从康熙23年到46年，他六次南巡，亲自考察黄河河工，赈济当地灾民，笼络汉族大绅，这成为他治国安邦的一次重要措施。
针对满汉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，康熙采取多种措施，停止圈地，向满汉官员品级划一，并特开博学鸿词科，征召汉族知识分子到朝中为官，并以博学鸿词科录取人员转修明史，在汉族知识分子中确立了正统地位，削弱了汉人反满的思想意识。中国人口在汉朝时就达到5000万左右，但以后增长一直不快，并由于战争人口不时下降，康熙50年仅2000多万。康熙51年，康熙帝下令滋生人本，永不加赋，这大大刺激了中国人口的增长，到乾隆末年竟达到3亿左右。康熙帝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皇帝，他的一生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。他在位61年，是历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。在他统治时期，中国以一个疆域辽阔、民族众多、坚强统一的封建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，使殖民者望而生畏。中国的封建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。康熙具有广阔的政治视野、敏锐的战略眼光和高明的作战指挥艺术，这使他成为一代明君、开创一个盛世的重要原因。康熙61年，即公元1722年11月13日，身体衰弱、精力衰竭的康熙帝去世，次子胤禛即皇帝位，开始了雍正王朝。